对，你跟他们不好聊吧？没有，没有达成，没聊成。因为你们的方向其实跟我们去聊合作是更好的，更优于他们的。那你现在有没有想过一种合作方式？我没有想过，你说。我说服你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什么想法？我可以让你说服我，但是说服我之后的2轮金币你都给我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我可能要跟你战斗了，爷们儿要战斗了，我跟你讲。哎，可以，没问题。确定？我确定。他提出了这个战斗，我觉得我可以解，完全没必要浪费我的拒绝卡。第一轮，哪怕我战败，只输一点声望值，我的战力还可以加二。你想通过战斗来提高你的战力？那我就对你发起战斗了。用吧。我待会儿跟咱们的那个皇子同盟嘛。小齐要去收服火树和奥利，文静发起了吗？那我们呢？我们是从属吗？按道理来说，我应该是战力高的，从属战力低的。因为我们发起的战斗，我们是主战方，我们只能找我们的同盟和我们的下属参战。如果你收服我的话，你是我的上级。对，现在结果是我们没有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。了解。其实第一轮是我们进行了战斗，但如果是何老师收服我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战斗是没有办法越级让何老师参与进来的。所以说你得把卡片给我，我收服你们。但是我的声望会减二哎，声望我们后面再想办法，我们肯定能给你们补回来。但是我们先保证我们第一轮必须得赢，我们先把5个金币拿到。我可以给你多一张同盟，拿同盟换收服，我收服你们。好，OK。我是觉得同桌打战的机会更重要，因为最后你只有靠战斗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改变。你好，二位，请问二位玩家是否有情报需要传递？哦，对，先把情报卡给你。请问领主玩家是否选择发起行动？不发起，不发起。好的，二位，爷们要战斗。不好意思，大人，您的战斗无效，此段关系无法缔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无效？我也可以行动，你可以，对吧？可以行动，当然可以。好，我现在跟你达成一个收服的关系。你收服我对于你有什么好处来着？我可以拿到声望，然后我战斗值我们各可以加一。我觉得你没必要浪费。没关系，我有我自己的打法。我想收服他，形成一个暂时除了雪公国之外的另外一层绑定关系。来，收服。收服卡，请稍等，正在判定中。很遗憾，您的行动无效。为什么？我是皇子，你是皇子对吧？对啊。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皇子，我那一下脑子肯定是瓦塌了。我们质子或继承人玩家打出一张收服卡。对，恭喜您，您的行动有效。没有。不发起。优雅，专业，专业，非常好。好，假面商人大人，您好，您这边有些什么道具啊？这是我们的价目表，您请过目。3块钱，那我就买2块钱的东西。解除卡，一张解除卡，您说好，日后必有大用。那您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？5会优先。OK， 我买了。好，你打了蔡文静这种吗？不是，他打了我，我没拒绝。你没有拒绝啊？怎么了，哥？本来提斯军
可以带我们打你，这样的话咱们两边都参与了战斗，都有钱。嗯，你们同盟了是吗？还是齐思钧收服了我们？哦，那齐思钧没有人可以打了。齐思钧现在，我感觉我们得同盟，对，否则我们会少一场仗。你确定吗？你们同盟带上我们，对。但是我们一定会输啊。我们可以一起打呀。因为小齐说他要和何老师建立同盟关系，那就我们就很着急的需要建立同盟关系了。因为如果之后再碰不到可以建立同盟关系的人，很有可能这个同盟就建立不了，那同盟的那一声望就得不到，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很亏的一件事情。哦，同盟还得解除，主要是我们的同盟很麻烦。那要不先，我等一下，我再想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得想一下，太难了。我们现在是这样，我们有下级了。刚刚的他们那个逻辑关系里边，其实是何老师和皇子达成同盟，对，然后他们来收服我们，我们是下级，但是我们下级发起的战斗上级是不能参加的。所以说我刚刚跟何老师达成的共识是，我们双方作为战斗力最高的双方，第一轮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战斗并且战斗取胜。我们现在只有唯一的时候换卡了，对，你要给我一张拒绝吧。其实我们的收服是没有用的，我们已经收服了一个了。要不要我把拒绝给你，把收服给我，然后我下轮我去跟他们聊，我可以拿收服直接去换卡。可以，那我就可以拿着拒绝，反正万一他们想要重塑我们的话，我就把他拒绝。下面进行各个舞池的解锁。同盟吧，同盟的，赶紧来。啊，你确定吗？因为我们同盟还加声望，肯定得加自己声望。对，即使后面买也是赚的。对，得同盟。好。啊，行。真的。好，恭喜您，您的行动有效。我情报队先给你的。先起码先给你，我们直接战斗吧。我们两个在这儿如果发起战斗的话，相当于我们在小战斗的时候别人就没法对我们发起战斗了。对，好，打吧，来吧，战斗。很遗憾，您的行动无效。无效？您的战斗无效，此段关系无法缔结。啊？为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成功的对花之国发起战斗。因为小白跟沈雨洁是同一组嘛，文静发起了吗？玩家蔡文静所在阵营真的没有跟向玩家沈雨洁所在阵营发起战斗。哎呀，怎么这么蠢？天音公布了文静杰打雨洁的时候，我和浩然正聊得激烈，我们都没有听到。我们在舞池里聊天，没听到外面的那个战斗关系建立这件事情，所以就是浪费了一张战斗卡。我就是一个小坏蛋，其实我当时是知道他是发起不了的，因为我当时已经就是在想不再跟白老师他们合作了。我们掌握的信息最多，我们可以跟对我们来说更有价值的一方去进行合作，想让他在前期消耗一些战斗牌吧。完了，可惜呀，哥。